哥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Directed lie, you're the leading actor, danger drama. We bought your soul, yeah. It's been written for ya. 放过自己，因为真的没有那么重要。A lot of us ain't born with the same thing, but you can change. You're the master of your own fate. These scars, they look like art. Change your point of view, and it might not be so hard. Can you cry for me? Yeah. Can you laugh for me? Yeah. Can you die for me? Can you cry for me?三点零九分，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哦。刚刚是想要讲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吗？没没，刚刚有忘记自己是谁。你忘了自己是谁？什么意思？你除了玛丽之外，还有哪一个角色是我不知道的？我刚刚刚好在看今天上的马克信箱有留言，然后因为留言下面就是会有很多名字，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瞬间要讲自己名字的时候会有点恍神，想说，哎，啊，我到底是谁？哦，我是玛丽啦，不要闹，不要闹。我到底是谁？想要知道自己是谁吗？想要知道怎么让自己变得漂亮吗？嘿，想要知道让自己怎么样变得更帅气、美丽、有自信、有知识吗？嘿，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美眉爱漂亮”的时间。是，不管呢，你是有什么让自己变好的方式，变 fit 的方式，变健康的方式，变皮肤好的方式，嗯，都欢迎你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留言 D A R M A R C Y，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23639955。想你一个，
是命运要把我往你推，交出了自己也无所谓，给我全世界我也只要你的双臂。 I miss you, I miss you， 要把你紧紧抱住。 I miss you, I miss you， 紧紧贴在我心扉，什么都别说，让爱将我们包围，这心动的滋味，甜蜜里有痛楚的泪，我的爱澎湃的要把胸口都压碎，连呼吸都生怕会摧毁，这轻柔如梦境的美，那么绝对让全世界反对都不后悔。安吉汪佩蓉的版本 It's Just Love 这首歌曲呢，原本是来自于日本的米西亚，同名 It's Just Love， 那就是爱。3:13，你现在收听的是爱电你的电台，就爱电你 you。 讲到日本，我今天看到个新闻呢，就是如果你有看萤火虫之墓的话，应该对于那个糖果糖那个会格外的有印象，我感觉那个好像停止生产了耶。哦、oh.想吃，人的脑波就是这么脆弱。我今天看完那个新闻，我就想吃水果糖。你说明治那个铁盒，然后你会摇摇摇，然后里面有紫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我最喜欢吃紫色的。现在我在哪里买到那个东西啊？要在哪里买到？是不是？哎、欸，那个便利商店没有，便利商店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那高级百货呢？高级超市什么？现在已经改名了，现在也不叫。你说舶来品的超市哦？你说像以前那个什么 Jason's Market？、哦、对对对对对。好像一些近日货的日本。舶来品杂货店好像会有。嗯，一想到那个小女孩剩下一点点的小糖果，她会加水进去摇一摇，就是甜甜的水了。她不是还是里面会放弹珠吗？对啊，假装还有糖果。好可怜哦。好好吃哦，哥哥好好吃哦，阿索波。混在一起了吧？这是两部戏吧？我想改善脸上的颗粒感，你比较推荐宝拉2%的水杨酸还是 Revive 的活肤霜呢？谢谢。因为我在使用活肤霜的时候，我脸上是没有颗粒感要改善的，所以我自己亲自的体验没有这方面的回馈。但你不是说宝拉把它涂在屁股蛋上面就没颗粒了吗？
但是我猜你说的宝拉2%水杨酸应该是他脸部专用的那一罐，因为宝拉有分身体用跟脸部用的、哦。我不能把身体用放在脸上，其实也会可以吧？不好吧？我觉得你们就是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哎、欸。可是问题是我自己会觉得身体的浓度应该是耐受度会更高的，所以身体的浓度应该会比较浓、哦。我自己觉得，可是脸真的是一个比较薄跟比较脆弱的地方，光是有，因为光是要用宝拉的酸类，其实我不能天天用，我真的是一周只能用2天，我就必须要先就是要停。休息对它真的不是天天适合用的产品，所以脸上的颗粒感，活肤霜它就是擦起来会有那种刺刺的感觉，那让你的皮肤有一种抛光感，但是我真的。无法跟你确定说它可以消除颗粒，然后宝拉的话，你真的是需要先试用，因为我个人觉得使用下来就是浓度很高的，真的是宝拉，它不能天天使用。但是我有朋友他的先生，你知道男性的老皮，他用了宝拉的脸部专用产品，他真的是又咪咪，就是那种男生真的粗到不行的，他很有感觉。但另外一个我觉得消除颗粒很有感的，就之前在空空上也有分享的是，我是用碧尔泉的。蓝色那个系列，我就是它的那个化妆水加它的精华液一起用，那个是我觉得有时候我有些小颗粒消除那一罐，我是很有感觉的。以上三个跟您分享。另外他说，博纹太深怎么办？可以擦什么？博纹的话，医美可以处理吗？谢谢。那你的博纹是天生的吗？因为有些人是天生的博纹，天生的博纹就是几乎就是没有救哦。我就直接这样跟你讲。哇！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族就是他们一家人，就是你看他们脖子就是会有纹路，就是一圈一圈，那就是他从小从学生时代我认识他，他就是有博纹的人。那到了就是长大之后，可能你慢慢整个老化，你可能会觉得博纹是不是后来老化的，你就忘记那是你天生有的。所以他事后做了很多的改善，就像你说的打医美啊，就是你那个发数你连脖子一起买，就是医生脖子帮我打几发。他甚至还打了一些可能玻尿酸相关的吧，想说如果把皮肤撑起来了，我的博纹会不会就淡一点呢？我告诉你，他做的那些事情几乎全部99%都没有用。所以如果你是天生的话，这笔钱我觉得你不如就省下来，你就接受就是博纹。我就是个有博纹的人。对，我就是天生有博纹的人。那如果你是后，或是你想要就是移民，然后当长颈族，你就把它直接就把它弄起来，有没有？没有人会在意，就 OK 的啦。但如果你是后天的话，我们最常原因就是因为你常低头，你姿势不对，你一直滑手机，你把自己压迫出来。你要先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要擦的话，多擦一些跟普拉斯链有关的产品，抗老的、生态的。他们的浪漫，我更想和你永生相守。我的爱散发透过瞳孔，我保证不是一时冲动。Got me dancing in my room when you're calling， 你让我黑暗的世界充满霓虹。你不是我的猎物，而是家人，有你陪伴度过的每个黑夜。I'ma fix your problem， I'ma deal with all them， 保护你是我一生的使命。If you want it， I got it， baby I'ma call it， 尽可能的把一切都搞定。But ain't no Michael Jackson。Ain't nothing bad gonna happen， 尽管我有时沉默和寡言， But you know that I'm still going， 一生的旅途，但那是我独特方式的爱，所有人的嫉妒来做旁白。 And loving you just sounds right， loving you just sounds right。最
近呢，你花了多少钱？现在有个新闻出来了，就是资策会的产业情报研究所，它公布了2022年关于电商购物节的消费者调查。那今年台湾的网友在电商购物年度平均消费，比去年大幅成长44%。一年超过万元的消费者比重提升到47%，就算你花超过50000元的人，也有5%的增幅，就集体大家消费都往上爬。嗯，那重点当然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他们发现有一个族群在现在对于那些双十一啊、618啊这种刺激，他们最有回响，而且他们消费力又高，就是46岁以上的中高年龄者开始会使用网络购物了。没错，然后他们调查就是2022年的电商购物节，包括我们现在的经历的双十一，还有未来的可能要即将来到的双十二、1212，跟年中618，那也是一个大节庆。平均呢，他们说网友年度的消费是2.17万元，太少了吧？开玩笑啊！可是他们已经比2021年增加了6000多元了。但我想说，我怎么觉得现在听节目的人随随便便一年，就是这个节日应该花更多吧？对啊，这个为什么啊？怎么会这么低呢？因为平均起来啦，就是你说很多人是0元，是不是？相较之下，还是有很多人不会在网络上面购物。我相信很多在听广播的，就是爷爷奶奶们也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试过。他们可能，他们反而还有可能听广播，我们推什么东西，他们去买哦，打这支电话就可以买，这种还比较有可能。可能网络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不会用。可能有的人还是喜欢靠柜购物，他还是不会在电商平台上购买这样子。对啊，嗯，但是这就是未来趋势啦，未来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网络上面买，会变成那会一个整个倒过来。以前我们都是要实体买，然后，慢慢这个网络会越来越多，对啊。然后因为最近这种节庆，所以你在一些保养版啊、彩妆版啊，也会看到大家说，哎，在11你试新风买了哪些东西，或是你喜欢用的东西，你囤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然后看有人推文就说，哦，我这次花了30万。然后下面就慢慢说，30万，请你拜托告诉我是什么。30万买什么啊？保养品要买到30万有点难吧？嗯，你说买6罐拉妹尔这种啊？或是他很多品牌都各自囤啊，这边买了5万，那边买了5万，各囤了一些。我是真的觉得囤东西很容易过期耶，大家不要做。我不知道他到底平均多久会买一次，可是像苏小姐她也是一年买一次，她囤一年的那一种。都没有过期吗？保养品大概会有2-3年的期限，保养品不会那么快过期，除非。就所以你要买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你可能你如果是准备要放着1年1年半的话，可是有时候也许你拿到那一批它不是最新的，所以常会提醒大家说你买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拿到那个产品是几年出厂的。我很容易把东西放到过期耶，我们家有好多好多过期的东西哦。你们连王子面都会过期了，我也是 BY 啊。 真的是我觉得不用囤耶，我现在觉得宁愿不要再档期，然后多花那，因为我觉得大家太害怕就是多花那一点点，多花一点点钱，但至少比完全过期全部丢掉来的省，才是真正的省吧。嗯，对啊，你现在花了这么多钱，就是你有没有定时，就常说你有没有定时检查自己的柜子，你有没有好好把那些分门别类看好，你的洗发精还有多少，你的洗脸还有多少，你的精华液还有多少，你要常去碰它摸它，而不是把它锁在柜子就觉得没事了这样子。对，常常清点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在或者是完全不用清点啊，就是我东西就是这一个，快没的时候我再去买，不需要囤的。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你单买那一瓶，跟你在这个时候我买了2瓶起来放，其实那个价差真的会有点大哎。就算是买一送一，我现在都觉得不要，我不要囤东西啊。那是因为你的收入已经跟我们不一样啦。你不要在那边造谣。I'm gonna say,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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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say,
在昨天呢，我又发现我家新过期的东西。什么？你家到底为什么要一直过期？我现在我那个愤怒还没有消，你知道吗？在你们家吃到过期的王子面，我非常的不开心。当我要决定拿王子面来吃的时候，我个人习惯就是我真的很饿，我才要去吃王子面。然后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王子面过期，它就是过期了，它里面是会软掉的。不会，没有啦。软该不行，那包你有吃吗？那包是我吃的，好不好？你知道今天的玛丽是什么吗？什么？今天的玛丽是把过期的零食通通放，偷偷放回零食柜，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那请问你家又有什么过期了？我昨天发现隐形眼镜药水过期了，因为你上次囤很多啊。没有，你是囤隐形眼镜还是囤隐形眼镜药水？药水，我以前药水呢是，每一年就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我知道我家附近的眼镜行，然后它会周年庆，所以我就会在那个时候买。啊，你刚刚不是说不要跟周年庆？对啊，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不要啦。但是我之前就是这是去年前应该是前年份的，那个时候买，后来就因为我开始一直戴眼镜啦，我不戴隐形眼镜了，所以我记得我还把那个时候那一年囤的那一年份的隐形眼镜就全部都送掉，然后只剩下我好像只留一罐还两罐大罐的跟一些剩下的小罐的，我想说那些剩下的也许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偶尔戴一次，我可能还是需要，就没有想到我那些全部都过期了。隐形眼镜药水过期就是过期吧，我照用啊，也有好情绪，回不去。隐形眼镜药水是拿来杀菌用的，是不是？哎，对。所以它可能里面杀菌的能力已经降低了，就你的隐形眼镜根本没有达到一个清洁的效用。哎，对。然后你这么重视你的眼睛没有清洁干净，但是你要戴，你还是会戴上去。哎，对。什么都觉得。有人问马克，那你有囤杜蕾斯吗？哎，没有哎，没有。各位，你各位啊，各位，我拜托大家放下你手边的工作，现在就打开 IG 搜寻欧马克。你有看到他最新那一篇文章吗？真的跟我一起在下面留言，放出那一把熊熊怒火，拜托，拜托。一言一语越来越有趣，在我的生来生去，不管一二三四，也有你占据，退不去。假如游戏句句都是单句，假如不想一切听不进去，爱是这样不可理喻，百听你不厌才是好证据。我在唱什么？妹妹爱漂亮，昨天的 IG 我发了一篇文章，一篇穿搭，然后是 Mini Matters 在这个礼拜三出的新品。那 Mini Matters 呢，它最近系列出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是多久之前计划了，一波又一波，快时尚。对，然后每一波都会有很明确的主题跟感觉。那他这个礼拜三推出的呢，就是 Y2K 的风格。他其实他在他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也有请来的设计师一起分享说，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针织外套？灵感是从以前哪里来？然后怎样的配色是以前哪一些支线？然后有分享说这一次衣服上面的小细节。那如果呢，你是很喜欢那种鲜艳撞色感，然后你又喜欢一些毛衣外套啊，喜欢工装裤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 Y2K 系列是蛮不错的。然后因为加上他们每一次 Mini Matters 这个品牌呢，就是为了矮个子女生所做的，所以就是娇小女生你也不用怕没尺寸。那这一次的裤子版型呢，我觉得有更适合娇小的女生，因为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我觉得有一些是比较偏，还是偏平均值的，所以常常我穿还是会有点大，裤长还是有点太长，但这一次穿上去皮塔里刚刚好。所以对你来说刚刚好，是不是就是要对其他人来说要小心一点？我的刚刚好，我的裤头还是有些缝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是
可以注意，而且你要想，也不是我特别瘦，就是矮个子本来身形它就是会集体的缩小，等比例缩小，对，它是等比例缩小，所以还有裤长的部分，我觉得这一次是我都没有改的，都很赞。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那刚刚有说到了 Y2K 风潮，其实再接着下来，我们的 IG 应该也会有一个 Y2K 的风格感的，对，三人合作的，就是有我、有玛丽还有卡提亚，我们三个人还特别为这件事情还特别去逛街，特别去找 Y2K 感，然后一边呢，就明明我们都是经历过 Y2K 的人，然后进到那个快时尚店，然后还要一直讲说这是可以吗？我们以前没有穿这么丑的东西吧？殊不知我们以前可能就是穿的这么丑，有这么夸张吗？对，以前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穿一些很大的 polo 衫。Polo 的领子会有一个颜色，然后可能横条纹感嘛，还有一个时期就是我们会说立领啊，超白痴的。立领就是在后面一点的。刃拔出现之后我们就不立领了，刃拔出现之前我们还会偶尔立个领。然后 Polo 衫也是很大，然后男生一定会穿一些比较垮的或比较直筒的，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素色的腰带，然后会垂一点点的感觉，然后穿 DC 版鞋，拜托，潮到爆。哇，真的，以前真的就是要穿 DC 耶、欸。以前没有什么其他牌子，只服 DC 板鞋，我只信 DC 啊。后来就有 Vans 跟 Pony， 为什么现在 DC 是不一样？为什么现在 DC 去哪了？对啊，还是有啦，他在台湾还是有。然后以前穿 DC 就是买板鞋回家，真的是被妈妈骂到不行哎、欸。为什么？妈妈觉得为什么你要穿一个就是上面鞋舌这么厚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丑到爆！你到底为什么买这个？然后你觉得你不懂？我滑滑板啊。然后根本没有滑板。好，敬请期待啦！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关注我们的 IG， 你可以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或是马克信箱，也可以找到我。然后你可以找玛丽是 Mary in Tower， 你到底要不要取一个好记一点的东西啊？玛丽的象牙塔 ，Mary in Tower 啦。玛丽的象牙塔可以找到你吗？你确定吗？可以啊，要不要找找看。你说用那个网页搜寻吗？对啊。可以。以及呢，卡蒂亚叔叔 K A T I A S U S U K A T I A S U S U， 搜寻玛丽的象牙塔，第一个就是我的 Facebook， 第二个就是我的 IG。在这边呢，要恭喜、感恩、赞叹。中信兄弟拿下了这一场，连续两年4-0，两年的台湾大赛连续8胜，也破了中华职棒的纪录。撑起所有巨大的梦想，决定再去闯。Bye.
3:4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在最后呢，我们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都会跟大家分享一则故事。之前呢，在讲故事里的心理学，钟颖老师的书。那这本书呢，好像最近要卖光了。啊？对啊。要二刷吗？三刷？四刷？可能不会吧。啊？对啊，可能卖完了就是没了。没了。对，那前一阵子呢，因为我确诊嘛，所以就是没有做节目。然后听到玛丽有中间在穿插了一个，征信社。对，我们征信社阿伯，嗯，阿志。博哥伙伴，谢谢伙伴，谢谢伙伴的故事。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故事里的心理学的最后绿野仙踪啦。快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绿野仙踪，陶乐斯放出了狮子，取得了金帽，同时呢，也召集了所有的文起斯人，宣布说：“你们自由啦！”文起斯人呢，非常的开心，就帮忙修理好被飞天猴摔坏掉的席樵夫，缝补好被飞天猴拆毁丢弃的稻草人，然后呢，希望席樵夫可以留下来当国王。可是呢，这个陶乐斯一行人想要赶快回到翡翠城去
讨赏，因为当初呢，这个奥兹有说，你如果可以把这个坏女巫给去除掉的话，你要什么我们都答应你这样子。一伙人出城以后呢，找不到怎么回翡翠城，因为他们是被飞天猴抓来的嘛。正想要放弃的时候呢，陶乐斯就想起了田鼠女王，就叫来了这些草原里的小朋友。那田鼠女王呢就说：“哦，你们是飞天猴抓来的，那你们又请飞天猴帮忙啊？”欸，他们果然一下子就回到了翡翠城。大家呢急着要求这个奥兹啊，说：“欸，你履行承诺啊！”那你那时候答应我这些东西我们做到了，但现在你要这个付出代价了吧。奥兹却顾左右而言他。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奥兹是躲在屏风后面的一个小老头。奥兹他是一位副语师跟热气球驾驶员。多年前一场意外让他降临在这边，当地的人看说：“欸，他从天上掉下来的，来自云端，以为他是伟大的巫师，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害怕的小老头。他非常非常怕女巫，因为他也没有魔法，所以他才骗了陶乐斯一群人说：‘你们去把那个西方女巫给杀死吧。’惭愧的是，现在人家真的帮他做到了，他却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其他人还是很希望，就这一行人还是很希望得到大脑啊，想要得到心啊，想要得到勇气啊。奥兹就随口答应他们说：“你们都会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他们迷路的时候呢，想到了田鼠女王，然后这个说明了，就是陶乐斯呢已经了解自己，他也知道要怎么样运用自己的资源了。这个时候呢，田鼠女王建议他说：“你就使用金帽去召唤飞天猴吧。”这跟他脚下的银鞋子不一样，银鞋子是宝贝，可是陶乐斯还不知道怎么用。可是呢，这个金色的帽子他很快就掌握了魔法道具的奥秘，飞天猴也就很听话的带着大家一下子就回到了翡翠城。最后呢，回到了奥兹城之后呢，奥兹就告诉稻草人说：“真正的知识来自经验，不是大脑。”然后呢，稻草人听不下去，他说：“我就是要大脑。”那奥兹呢，就用谷糠跟大头针，谷糠就是这个米的外面那个壳啊，我就帮你，我帮你那个弄出一个大脑来，嗯。然后呢，他又告诉狮子说：“真正的勇气啊，是虽然害怕，仍然挺身面对面对危险，就是你勇于不敢。”嗯，但狮子也听不下去。然后呢，我就是要，对，我就是要勇气。那奥兹就送给了狮子一瓶饮料，什么？他就说：“哎，你喝下去哦，就勇气满满哦，能量饮哦。”嘿，接下来他告诉席乔夫说：“心啊，你想要心是不是？可是心会让人不快乐。”哎，席乔夫不在意，我就是要心。好了好了，那奥兹就装了一包木屑当做他的心。好了，每个人愿望是不是都成真啦？都成真了吧？是不是啊？再敷衍一点啊！奥兹呢就把这些就是看起来像垃圾的东西啊，变成这些效用。这个把戏呢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一些人，就是不管是蜥蜴人、稻草人还是狮子，他们赋予了这些烂东西深刻的意义。他明明是垃圾，可是他们就觉得，这就是脑，这就是心，这就是喝下去就有勇气的东西。点点滴滴呢，被投射在这些物品上，浓缩成真正有魔力的象征。一拥有那些东西，仿佛我们好像就成为了我们想要的人。那陶乐斯的朋友们都很满足啊。陶乐斯闷闷不乐，因为奥兹帮不上他的忙啊。过了四天，奥兹找上了他。奥兹重新做了一个很大的热气球。哦，虽然我不保证一定成功了，但我可以跟你一起试试这个方法。奥兹呢，向人民宣布：“我要离开了。当我离开以后呢，翡翠城就由稻草人统治，大家要服从他的领导哦。”热气球要升空了。他就喊着：“陶乐斯，快点上来啊！”那这个时候呢，一直跟着陶乐斯旁边的那只狗托托跑进了人群里。
陶乐斯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抱起小狗奔向气球，但是啪的一声，绳子断了，气球到了空中之后，再也没有人看到神奇的巫师奥兹了。稻草人就建议啊，请飞天猴带着陶乐斯越过沙漠吧。但这个时候，飞天猴说他做不到，因为飞天猴只属于这个梦幻的国度。我没有办法带你回到现实啊。稻草人决定问士兵，士兵建议他们往南走吧，去拜访善良的女巫格林达，她统治着南方的奎德林人。但是这一条路非常的凶险哦。可是陶乐斯的朋友们都不害怕，决定要跟陶乐斯一起出发。3:53，来到最后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刻啦！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现在为你送上了这一组滴滴们。滴滴，今天有说到 IG 嘛？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嘛？你知道这群滴滴们，他们的 IG 追踪人数可能跟我们差不多，但他们每一篇的按赞，是多少？你知道吗？万。现在呢，我的 IG 可能是58,000，玛丽66,000，滴滴们也是差不多这个 IG 的追踪数，但他们一篇文按赞都会到1-2万，1-2万啊，各位，很猛啊！你的最新那一篇应该也可以吧？我最新那篇哪有？就算都已经漏成这个样子了，也才不过3-4千，真的是，真的是。要洗肉啊你！真的是。原子少年 OAO， 我是马克，我是玛丽。发了我们的 IG， 明天见，拜拜。We are pilot， 不是做梦，就是害怕隐隐作痛。你要的拥抱魔头。想去哪说走就走，流星的光点追在你面前，电影的情节带你离线，为你一牵着每一天，我要成为你唯一解，你的担心像悬疑片，慢慢来，我在这边，在世界的最后几天里，我决定只想全部给你，像是空气或血液，我们预约到风